大家好，欢迎来到我要学编织。这堂课呢，我们来学习一款 V 浪条洞洞针的棒针花样。那这款花样呢是14针一组花，然后呢我又加两针编针，所以是14的倍数加2。示范呢起了16针起了一组花。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织法。花样是10行一个循环，我们先来看第一行。第一行非常简单，第一针编针挑，然后呢我们织一行反针。就这样一直织完整行。好，接着来看花样的第二行，编针挑，然后呢我们织一行正针。最后一针编针呢我们织反针。第三行、第四行的织法呢，跟第一行一样啊，都是呢第一针挑，然后呢织一行反针。好，接着来看第五行，编针挑，然后呢重复去织的部分，先织一个正针右上二并一，正挑第一针，第二针织正针，将正挑这一针呢拨收，然后我们织5针正针。接着我们要织一个一放六，我们呢挑起左棒针上这一针右边的这个肚线我们给它挑起来挂上去，然后我们在里面呢织一个一放六，也就是我们要织3组，一针正针，一针反针，穿入织一针正针，然后呢再织一针反针，还要织2组，一针一反，还有一组一针一反。好，把这个肚线放下去，把线绕下去，然后呢我们再织5针正针。接着呢织一个正针左上二并一，直接这样穿2针织并针。重复这一段的织法从正针右上二并一到最后正针左上二并一这一段循环去织。最后一针编针呢我们织反针。好，接着呢我们来看第6行的织法。第一针挑，然后我们织一个反针左上二并一，直接这样穿2针织并针。好，接着呢我们要织14针反针。1 2 3 4 5 6 7，也就是我们这一段就是一方六的这里呢也是正常的这样织反针。9 10，13 14，然后我们织一个反针右上二并一，反针右上二并一呢我们先正挑第一针，再正挑第二针，左棒针从后向前将这2针穿回去，然后呢将它们织并针，这样这个呢就是反针右上二并一重复这一段，从反针左上二并一到反针右上二并一这一段循环去织，最后一针编针织反针。接着来看第7行，编针挑，开始重复的部分，正针右上二并一，4针正针，接着呢重复加一针，一针正针，我们要织5次，加一针，
一针正针，这第一次，加一针，一针正针，第二次，加一，一针，加一，一针，你四次了，加一，一针，好，一共织了五次。五次织完之后呢，我们再加一针，把线绕上来就可以，然后呢，再织三针正针。接着呢，再织一组正针左上二边一，啊，也是重复从正针右上二边一到正针左上二边一这一段去织，然后呢，最后一针边针织反针。花样第八行，边针挑，然后我们织一个，啊，开始循环的部分了。先织反针左上二边一，然后呢织十六针反针，啊，这种加针的地方呢直接这样去织，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四、十五、十六，好，接着我们织一个反针右上二边一，跟前面一样，正挑一，正挑二，从后向前穿两针，再将它们并针。啊，重复这一段，从反针左上二边一到反针右上二边一这一段，最后边针呢织反针。好，接着我们来看第九行的织法。第一针挑，然后重复的部分，正针右上二边一，十四针正针，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再织一个正针左上二边一，最后边针的织反针。好，接着来看花样最后一行第十行，第一针挑，然后重复的部分，反针左上二边一，然后十二针反针。九、十、十一、十二，再织一个反针右上二边一，正挑一，正挑二，从后向前穿，再织并针，最后一针边针的织反针。好了，后面呢我们就始终重复一到十行循环去织啊，织出来就这样一个啊很有立体感的花样。织毛衣呢很好看啊，这款花样。好了，那这堂课呢到此结束了，谢谢收看，再见。